箱、水桶、液体、桌子、摄影包。快点把它剪回来。可以卡吗？雪碧，雪碧装。底下有看到火车在走，哎，我看看，拍拍看，那边，这边火车在这边，今天气太好了，今天龟山岛超清楚，嗯，我刚看到乌龟真的很明显。肉桂 cheese 蛋糕。肉桂 cheesecake， 嗯，
但这个洞怎么有点大哦？反正泡泡应该。现在可以拍到哦，有耶。嗯，很好。那我只要用那个小汤匙把剩下一点点捞掉就好。比较漂亮啦，反正泡泡也是可以吃啊。那捞掉它最后成型会比较漂亮。
快乐就像那墨西哥红来。唱得出歌，别卖哟，唱得出歌了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星期五晚上在哪？在河里。星期五晚上我泡在河水里。你没客厅，明天早上就算是。你明天要去啊？我吃了，我吃了，对啊，但是还是准备一些。这么多，这么丰盛。没有，是老板今天是带发公众包吗？买不到，我是买得到那种，就是上次拐巴那种什么酸种的。哦。这个是那个鱼子酱。鱼子酱。前两天我朋友带团回来，他丢一条给我，我说这要干嘛？这怎么吃？所以这个刷牙的，哇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烤比较香，焦香，杰哥的客厅帐什么时候会到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大家的客厅帐快到了，到了，期盼已久的客厅帐。这个吗？对啊，你不会转课本？哎，你不会转课本？我不会转课本。我连转笔也不会，好学生才会转课本。没有，你是不是有点快要转起来？那你的成绩应该算中段班吧？我靠，可以练过，明天可以接上班。你用另外一只转转看。哪一只？第三只吗？第三只吗？不要乱讲话好吧？我不会啦。你以前真的没在念书了。多喝几杯，我在晚上睡在水里了。有要下水吗？哎，随时可以。好久不见。你要下水，我要去哦。每天看你们《神雕侠侣》玩得那么开心。12年了，这种酒店不喝就。哎呀，有难度啊！找到那个，拿来干。等下这个是甩什么？香港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也可以，不要拿那个。我想要后面再甩什么？超靠呗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要找到中心点。强尼哥是什么队？来，大爷，猜猜这是什么？甩不起来。有东西都要甩的。我还买。这种酱汁吧。你看这边等于好像一个小吧台。把酒放进去。这里怎么有个小吧台？对啊，那个小吧台，对啊。而且还是那个哎。对啊。三八。我还在了。
号选手黄源。好，来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还好。竟然说还好。看一下。没有。他竟然说还好。很失礼耶，前手还好啊，前手还好，不是，那你要不要高一点？好来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这哪一招哦？这是什么？马里奥跳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拍起来不错，来来，快来，我找到这个。之类的、啊。那、你们早上起来吃东西吗？没有。太热了啦。太热吗？这个声音是开吗？虾龙，爱心早餐，好吃。表情看不太出来是好吃。NG。这个表情看起来。NG。很勉强。你要戴墨镜吗？黄瑶子吗？啊？可以吗？自由来。你要说爱心早餐好吃。爱心早餐好吃，你是混当演员，果然是演员，果然是演员，不是当演员，那当演员好不诚恳。导演要指导一下，对不对？你要那你再说一次，爱心早餐好吃，好吃。哎呀，笑场不行啦。现在都是为了。看一下，超像一体的，它该不会真的是一体吧？乖一点。对啊，哎呦，哎呀，哇，晶莹剔透哎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哇。
手工自制肉桂卷。哇，全部都是手工做的，好强哦！我在说我吗？超重的，成功，这根本就是在喝咖啡啊。黄老板，不要来一点吗？里面有金枣哎。对啊。我刚好上面很多腰果。腰果，来腰果，腰果，配一下腰果。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在录啊。节制一点，乔姐。Doesn't